那时候很多人说，如果阿里巴巴能成功，无疑就把一个万灯能抬到喜马拉雅山顶峰上面。我跟我的同事说，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万灯能从山顶上抬到山脚下。别人怎么说没办法的，你自己要明白我要去哪里，我能对社会创造什么样的价值。创业的时候，我的同事可能流过泪，我的朋友可能流过泪，但我没有，因为流泪没有用啊。创业者没有退路的，最大的失败就是放弃。今天很残酷，明天更残酷，后天很美好，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，看不到后天的太阳。创业者要懂得左手温暖右手，要懂得把痛苦当作快乐去欣赏去体味，也才会有成功。赚钱是一种结果，它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目的。我是希望创造一个真正由中国人创办、全世界感到骄傲的伟大的公司，这是我的梦想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。